大家，我系魔人，今日翻嚟打咧，就系、打呢个交锋联盟里面嘅一个活动对战嘅，即系降临啊！咁就系呢个时髦女学生频代灵女啦。咁我哋由呢个普通玩起，系咁其实啱啱都已经系有打过下噶啦。咁但系咧咁唔好彩，电话竟然响咗，所以要重新嚟过。不过唔紧要，系啊，咁都 OK 嘅。好，我依家就。用我哋嘅呢个裁决联盟啊，系咪啊？唔好记得咗啲联盟嗰啲名啊，总之系黄队啦、黄阵营啦，咁样叫咁样会好啲啊，系嘛？好，咁我用咗啱啱打出嚟嘅降临，系啊，拎到嘅一只 X 级嘅角色啦。咁依家我哋用呢、这个动物搬运工嚟做翻个输出先，一开波同埋挡一挡都得。其实我几喜欢这个角色的，打得远之余呢，他又可以一出来的时候扣敌方三滴，如果啱位的话，那么每隻扣200之后再扣200，那么其实就一共是扣了400的，是啦。诶，他竟然不搞我这隻喎。哇，下一弯真的不知道放什么，下一弯隻隻都不好劲，放隻超人都得。嗱、咁有朋友可能问你，点解你只超人唔放做队长呢？咁我觉得，如果打降临超人就唔使放队长啦，因为我都想做翻一个极速嘅输出啊，其实好好用嘅。超人即系世纪末嘅教师 GTK 啊，叫 GTK 得啦，其实系嘛？咁啊，直接做翻个输出啦，呢度已经扣对面嘅直接扣咗300，系嘛？系啊，呢度100，跟下边怼上去200。系啦，跟住再清埋侧边左右嗰啲杂鱼啊，系啦，咁啊都系轮到我，咁啊当然系开一隻可以帮我加工噶啦，睇下加到边隻先，全天候空姐我都系好中意用，因为可以一出场嘅时候帮，喂正啊，加咗落去真系冇得输，系因为怼上去嘅时候仲可以插多400啊，你睇下再怼翻上去400。非常爽快，系啊，呢个连贯性。咁但系如果你话加咗落 GTK 度，系咪 GTK 啊？定加咗落 GTK 度都 OK 嘅，因为 GTK 本身得个100，系冇功啊。你话除非我去到千五嘅时候照GTK 就差好远啦。咁啊劲超多，咁暂时又未得啦，冇办法。喂，真系好容易喎、佢呢个二嘅降临，系啦。即虽然佢话用。是不是容易定普通啊？普通困难和最难应该是。喂，是咁开地雷，我未知啲地雷是点，未打过地雷喎。即是玩我呢，嗱呢度可以做返个连击㗎啦，四连击嘅呢个。应该是四连击嘅，扣咗几多呢？剛才冇睇到，依家睇下先。200。200嗰个系技能效果嚟嘅，本身召唤登场效果啦， OK。哇。扣咗800啦，喂啲地雷好惊，我会唔会一炸炸爆晒我啊？快赢啦咁样，再召多一隻就不如咁咧，系啦，睇下扣咗几多啦。好啦，我一召出嚟呢一隻可可豆军队咧，一召出嚟可以俾队长200嘅伤嘅，咁再做翻个连击咧，应该就爽快到爆噶啦。睇下个连击系点先，系啦，100，好搞掂。不过预期中快呢一个，咁当然啦，玩普通系最易噶，咁即系打得快好正常嘅。咁我哋去到下一个困难睇下点先，希望都过到啦。咁啊，净系打到困难之后就谂住可以系啦，打到困难就算啦，因为最上面嗰个都冇乜信心，睇下点先。好，攞到 S 卡 S 角色啊呢只。入手啦，呢个系18番噶啦，18番阵型噶啦，好啦，18番我就未谂住去玩，咁所以其实攞住先啦。我觉得呢只 game 降临唔打真系好事啊，佢摆到明俾卡你玩噶嘛，即系摆到明我话我俾卡你噶啦，你唔好唔要啊咁样呢啲活动嘅卡送嘅卡。喂，讲真，依家我就觉得佢嗰啲交锋卡系过少嘅，咁如果唔打降临咧？真系冇卡用噶啦，所以咧，我就觉得
即系降临一定要打，大家睇翻个时间啦，每次降临都打一次啊，打唔知我一打普通，其实普通佢都会出嘅，咁所以就尽量咯。因为其实我都冇卡用啊，你话咁当然你可以货金，你可以选择货金，但系如果有得，即系你就算货金，你都唔可以失去呢啲有多啲选择可以俾你嘅阵容配合得更加好嘅方法噶嘛。是不是 yeah, 即有啲有得劲啲，点解你唔做多少少嘢咁样？我真我谂真系会有人打噶，我谂啦，系啦，应该系会有嘅，点都会有呢啲咁嘅人。喂，今次点样好呢？好啦，今次我哋不如就直接快攻啊，做翻个。嗱，呢个角色好得意嘅，回合结束嘅时候攻击会提升200嘅，系啦。即系电脑系傻傻地嘅话咧，唔搞佢嘅话咧，我下一弯就会有400噶啦，再下一弯即系第二再下一弯就会有400，再下一弯就600咁样加上，我试过加到成1000，但不过电脑唔理嘅，系唔知点解佢唔理。你个扣100应该 OK 嘅，我睇睇先，系啦，个扣100，希望下一只唔好搞我。佢唔搞我咧，咁我啊好大机会打到个输出。喂，200呢只有咩用啊？护罩喎、啊，顶！有护罩真系难搞啦，不应该唔系问题嘅，我谂。好，扣200，喂唔得啊，俾佢爆咗添，佢打落只角色度爆咗，金铺濑嘢啦。喂，咁多地雷嘅？啊，系喎，俾佢搞掂咗一隻，佢就会系咁切壳放地雷嘅。啊，如果系咁，不如我一嘢笃落去嚟，系啦，向上向下一齐笃。睇下点先。啊，扣咗200嘅呢隻，跟住笃落去，应该呢隻就搞掂佢噶啦，可以系啦，搞掂咪非常好啦，系啦，怼翻上嚟搞掂。咁扣咗对方200嘅，跟住依家我就不如放，我一定唔会世纪末超人啦。世纪末嘅 GTK 其实呢即如果1500嘅时候放出嚟系超黐线咯，系一放出嚟600攻啊，加埋500攻加佢嗰100攻系600攻，同埋佢啲血已经系黐线，不过。你多1500血嘅时候，其实都几大危机，都有啲薄嘅。其实，哇！呢、這个 combo 死梗嘅喎，九个回合到所系咩啊？我方我睇睇先，佢自爆啊！呢只会，哇哇，死咗啦咁就，哇！所有我方队员提升400攻，8个回合要搞掂佢喎，又多一只。黐线仔，呢个点解5个回合嘅？喂，系咪我睇错啊？系我睇错唔通？点解会咁嘅？喂，我呢个系200嘅，哇！黐线，点解会放晒地雷？好奇怪喎！依家我觉得，今次就咁样啦，不如吓、啊、哇！直接照咗出嚟，我都未放手，地雷应该会爆扣血噶嘛？睇下先。啊，加咗攻击系啦，扣咗，哇，500，真系玩毛毛噶喎，咁样。好啦，又喂，每行一步拿一次嘢啊，佢意思系咁啊？有办法再次打出最佳连击吗？咁啊，最佳连击啊，睇下点先。佢都要叫我，你快啲搞掂佢啊！最佳连击，如果唔系你就弊啦咁样。不过啲地雷会唔会炸到自己嘅呢？我哋睇下先。系啊，哇，爽啊！好多限制喎，一阵间佢照两隻之后，我又濑嘢嘅啫喎，咁样。我扣到对方嘅300，咁应该就唔大问题嘅，我相信呢一下。我又嚟。会不会太烦啊？山攻击开始，扣咗200，真是扎实的一场比赛啊！哇，好惊哦！佢每弯系咁跳，跳完跟住全体加200。比赛进行到中盘，要怎么进攻？我都要谂谂，我究竟放咩？放边只好啊？依家护罩，
攻击扣得几多咧？睇下先。哎呀，哇，唔死得，系啦，唔死得，好少会有多过500噶啲角色依家。用世纪末嘅超人嚟开一到个 combo 算啦。喂，唔得喎，世纪末超人都唔得。咁样啦、啊，睇下点啊，生生性性搞掂佢。又爆个地雷啦！啊，扣对面200，睇下扣边只先。佢扣翻自己嘅 O C， 嗱呢只有个唔好处，佢登场之后点解会扣自己200咁奇怪嘅？哇！佢啲地雷点啊，着晒喎，着灯喎，黐线。都系放世纪末嘅超人嘅，我已经冇得选择。啊，放多啲血嘅啦，咁样啦。睇下先，嗱，我未有危机嘅，佢危机登场先会加到500嘅。好啦，我扣唔晒喎，金铺大王。诶 ，OK 喎，爆到一隻喎，不过对面又塞满噶啦，一阵间，唉，真系麻烦。强制，我俾佢扣我多少少先，你快扣多我少少啊，大佬。喂，想点啊？请君勿死。佢加血噶喎，印象中好似，哦唔系，系回自己嗰只角色啫。喂，又嚟咧个炸弹妹，黐线噶！佢咁样，喂呢、這个，如果佢系咁样丧家，又俾佢挨得过嘅话，我死梗噶喎系。佢一嘢加全队加成600攻咯，咁样睇下先啦。呢度加400，呢度加200，600攻，黐线！加得600攻，我唔使玩啦。又嚟个护罩咯，哇，好大喎，金铺！黐线，又嚟发癫啊佢。O K 喎，咁今次点样做好呢？哇，黐孖筋又放地雷，嗱，我有办法嘅，应该。有还嘅嗱，俾佢爆，系 OK 嘅，我觉得。哇，一夜爆冇500，回合结束可以扣佢300，我觉得几好嘅。我反正放其他都必死噶啦。喂、欸，出现问题了喎、啊，呢下真系。要不要积极进攻呢？咁样啊？试下咁样啦，系啊，我冇其他选择，全部都要顶住。喂，但系两弯之后，敌方全体加攻加到黐孖筋喎，都真系唔系咁容易喎，我觉得依家。好爆对面啦，300。喂，黐线，佢行多一弯，跟住就开始癫，就开始癫啦啲攻。快赢咯，推仗。咦，但系对面都咦，佢爆自己啊咁样，会唔会噶？哎呀，顶啊个护罩顶咗下喎、啊！哇，呢下真系冇输喎！哇，咩事啊？哇，杀晒，阴功！喂、欸，地雷爆埋自己啊！咁呢关其实应该有少少可以，喂死啦！哇！咁样加工仲有得打？黐孖筋，冇咯，咁样输喎。400，上面嗰啲打唔到落嚟嘅。又有地雷，强制话开必杀先顶，强制伤害。睇下先啦、啊，开一开技先，冇血啊，大佬。我加400血，甜美革命啊，好过冇啊，回咗呢度点咧嗱？我完全系谂唔到点打，实爆噶喎、啊，咁样啊两只。
唉，清咗附近嗰隻先。都唔得喎，一放落去即爆喎，黐線。扣埋自己添，喂，哎呀，又爆咗。爆咗应该都仲顶得顺嘅，我谂呢度怼上去啦，爆佢一隻先啦，系啦，反正摆喺前面都冇咩用。好，好，黐线，俾佢越谷越入，好彩佢啲高攻嘅去晒上边又喐唔到嘅，系啦，强制伤害，喂，佢又可以召多隻噶。唉，好烦，黐线！点会咁烦噶？唉，我扣咗200，即系佢肯定有失落嚟噶啦，又整多只噶啦。我放呢个位嘅，又九个回合，地雷爆一爆啊！不过下一弯佢屎噶咯。扣到我200嘅，好啦，危机到啦，咁希望呢一弯清唔清到，呢弯应该清到嘅话，我顶，全部都俾佢爆得死嘅，我真系，喂，强制伤害又 OK 嘅，系啦，依家点样做呢？给予一名斗士嘅200，呢个我放到落去系 GG 嘅。唉，都放啦，算啦，我已经冇其他选择啦。好啦，加咗攻，咁啊爆死咗。呢个点打咧？呢个一定系放三呢个三个方向上左下咁样，清咗前面嗰一排先。我觉得最危险就系前面嗰一排。啊，同佢斗磨都唔系咁 OK 嘅，其实依家。但佢丧出嗰啲地雷，我真係冇辦法放。依家係唯一搏一搏啊，世纪末出到嚟嘅啫。打全方位啊，世纪末出到嚟。睇下佢呢弯点啦。哇，又扣咗。世纪末都唔掂喎，大佬。有世纪末但都唔掂，我觉得真係。我怼唔到上去喎。黐线。哇，好难玩啊。好难玩啊！唔好食我中间个位，唔该。嗱，留个靓位俾我，唔好食咗。哎，靓喎！呢个真系靓喎，玩得。但系咦？但系唔系喎，佢打多我一下都 GG 嘅喎。有冇事啊？喂，唔系赢富碌啊咁样。哇 shit！一提扣500咁搞笑，打完应该唔会有嘢送噶系嘛？睇下先，我真系唔容易玩啊！要谂一谂个阵，同埋要谂一谂点打先得呢个。OK， 我哋睇下佢捞完系点先。黐孖筋放到咁样，咁后面嗰啲点打？系咯，啲地雷多到一个点嚟噶。不过我印象中是打和当输了的，其实。看一看先。完成任务吧，但是嗱，真的输了啦，不过个任务就完成了。啊，都 OK 的。唯有咁样自己安慰自己啊，系啦，下一次再努力啲啦吓，冇时间啦，因为。好啦，咁今日嚟到呢度先啦。呢个降临就其实要攞张卡就唔容易嘅，所有降临都咁打到嚟呢度先啦。希望下次可以赢到啦。OK， 咁今日嚟到呢度先，多谢大家嘅观看啊！中意呢条片记得俾幅 like 或者订阅翻我嘅 channel。咁系咁多啦，拜拜。